Alex 你好，咁我去咗呢個 Granville Island 去參加呢個 Spot Prawn Festival， 人山人海，好多人。通常年年都好多人。哇！排長龍咧，食幾隻蝦。咁你知我成組 crew 去咧，咁啊分得一啖，咁我覺得唔係好夠喉。我知道你有去買喎。所以我特登咧就買咗磅兩兩磅嘅蝦。Spot Prawn 咧，其實係點嘅為之 Spot Prawn 咧？你見到佢個身啦，個頭後面有一格。同埋尾之前嗰一格，每邊咧各有兩點嘅 ，total 四點，所以人哋咧就叫做 spot prawn。係。咁我今日咧就會教大家好容易咁整一個沙律嘅。OK。嗱，我買咗翻嚟之後咧，